首先介绍自制西瓜霜实用。西瓜霜的功用非常多，可以当口内膏，也可以当消肿解热的解药。但是我们发现市面上的西瓜霜往往都添加许多化学药剂及添加物，于是我们打算利用一般消费者所使用剩下来的西瓜壳来制作自制西瓜霜，既安全又有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自制美白保湿的瓜果面膜，而现代人们都为了达到保湿、美白、除皱、除斑的效果，往往都使用市售的面膜，而这些成品总是有许多添加物的疑虑。因此，我们利用削下的丝瓜、苦瓜皮打成汁，并自制成面膜，既安全又没有疑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自制鸡的鱼饲料。现在很多人们都喜欢在家里养鱼当成乐趣，市面上有很多种鱼饲料，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其来源的成分为何，所以我们打算利用无用的蔬果熟鱼皮，例如凤梨皮、芹菜叶跟奇异果皮等，将其打成汁，分别制成 A、B、C 注意鱼的配方，和定状薄片为例三种样式。